后面也是绿莓。那么像这种绿莓呢，它有一个特点就是，比较好吃。好了，火腿呢就切开了。这个火腿啊，像我手拿的这个呢是有骨头的，用来炖着吃比较好吃。另外无骨的呢，建议大家用来蒸着吃，或者说用来炒着吃。这个金钱啊，就是煲汤神器了，用来煮汤炖了吃是比较好的。这期视频呢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反正火腿呢切开以后呢是比较好的，香味也很足。欢迎大家评论留言，我是阿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